我们就共同讨论了一下，脑力激荡了一下，然后就想到了，所谓的章鱼，然后后来又再组合成为，哎，我们三个人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乐章一样。那我们只要找到一个共同体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那我就把我们之间的共同性还有分别性，就把它做成了一张心智绘图。我想其实心智绘图，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怎么去用它。那我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我就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然后透过像章鱼这个概念，发现说，哎，这个章鱼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让我们创意发想的一个源头。那心智绘图在其中，其实，我的感受就是像章鱼一样，它其实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是很自由，然后它的触角很多。我们除了两只手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触角。那这个触角其实就回应到像易中老师讲的，其实我们的眼、我们的耳、手、身，通通都是我们的触角。所以就章鱼就更面向更广。那再来就是协奏的部分，那协奏部分其实是把我们所有这些特性，还有我们的共通性去做一个组合，所以我就透过彼此之间互相的讨论理解，然后我就把它做成了这一张心智绘图。那我在这张心智绘图，其实我自己是很感动的，因为我是透过了这样子他山之石，那我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感受想法。我就把它放到心智绘图里面，所以这里头包含了像，尤其是心的部分，像万千老师也讲了，我们要放空，我们要其实要借天跟地的力量去做一些事情。那其实在这里面，自然而然，当我放空的时候，或者是说我请求天地之间给我力量的时候，其实就很多讯息会进来。所以这里面其实，也要很感谢万千老师。那易中老师这部分的时候，他也一直强调的是说，其实我们除了一些客观的东西之外，我们在心的感觉啊，心的情绪上面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会开始去更多的感受，去说，哎，我们今天的主题的感受是什么？那心智绘图其实给我的感受是什么？他的感觉是什么？心智绘图其实它就是一个为什么叫做元件组合？其实它有点像乐高啊。那它要元件，那乐高最重要的是元件。然后有了元件之后，它其实就是做一个排列跟组合的东西啊。那至于元件从何来，可以从我们自己去发想。那我们透过五感，透过心脑合一，这样子方式，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的元件。我们也可以从别人那边取得很多元件。像我这次，我就从易中老师、从万千学老师这边，我也取得了很多的元件。那我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我重新排列组合，其实它就可以创造了很多的可能性。所以其实主要的概念它很简单。那就是透过这样心脑身之间的这样子合奏，那我觉得就会创造出新的东西出来。那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啊，其实我的名字就陈世达。那世达其实英文发音就 star 啊，star 就是天上的一颗星星啊，所以要记我的英文的声音哈，其实是蛮好记哈。那我现在主要是我简单介绍，我就做讲师，在台北海科大有教课那心智绘图当我也在做讲师，还有教三井远红外线的温热健康法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做讲师的角色是这些方面，那讲师像心智绘图，我其实在各个地方都有教哈，企业的、学校的，大大小小大概都有去教授，所以在心智绘图的教学经验上面其实是蛮丰富的哈。然后我的应用，其实我想学一样东西，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去应用哈。那应用比如说台北海科大英法保健系，这是我今年2月的时候，他们下学期我刚开始去教那为什么会去教？主要是因为现在有一个叫做民俗调理业传统整复推拿技术士证这个是国家办的是很多年以来唯一一张国家承认的一个技术士证。那所以台北海科大他们就希望能够来教学生考取，帮助学生去考取这个。
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对于他们的系主任来讲，因为我是我们老板推荐去上课，所以系主任其实对我完全不了解。他完全不了解的时候，他其实很打了很多的问号。那这个问号，我就开始把我的东西开始用心智绘图方式去整理，所以我就把课程地图用心智绘图做好了，然后传给了系主任。那原先系主任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哦，到底我的经验啊，上课能力啊等等啊，哦之类的，然后看了这些我给他的图之后，其实他就有信心了，他其他问题就不会问了，哦，那因为知道说，其实我们对于整个结构，对于想法是很清楚的。然后那第一关是系主任这一关过了，过了之后当然还有学生这一关，其实也很有趣的，就是说。我去教他们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算四季，然后都是在职班，在职学生年龄比较大一点，所以他们其实很怕考试，很怕记不住，然后怕考古题很多，然后手操作的部分等等。那我就去开始把这些题目通通去做了一个会诊，会诊之后，比如说这里就是其中一个部分，民俗条例的。不可说与不可做的这些东西，这些不能说的东西，我帮他们整理出来。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其实他们就开始有信心，他们就觉得，哎，这考试应该不难，好，因为有一个好老师去帮他们去做整理啊。所以他们原先开始其实都是怕的，啊，怕，然后接下来他们接受之后转为说，他们一定考得去啊，一定可以考得了。所以我就发现，我用了一个很好的工具之后。我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学生的转变。其实这就是做老师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啊。那包括期末的时候纯文字的东西啊，这一般我想大部分的老师用的方式，它就是纯文字的东西。那我一样把它做成心智绘图的概念。其他要找资料，心智绘图的好处就是它很直觉化，所以它在找资料的时候会很快。哦，他就哎，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原件组合嘛，所以他看到的都是原件。他看到的都是一个切割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又组合了，所以组合在视觉上面，他就很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啊，视觉化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啊。那包括了像喜悦之路啊，有一个在忠孝东路那边，他们开了很多瑜伽课程，我也曾经帮他们做了这样子，他们的课程其实是非常复杂。那这个复杂，我一样去把它做一个统整，统整之后，其实大家都开始就很清楚，说我可以上什么课，我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是什么。然后彼此之间是不是可以去跳来跳去？我为什么要这样跳来跳去？那这样子的时候，他就建构了一个体系、一个架构，啊，一个完整性的东西就出现了。那对他们来讲帮助就很大。啊，那像绿因子的纯文字的东西，其实我通通都是把它整理成为心智绘图，那就会发现它很视觉化哈。然后第一次我跟 Cathy。我们在电话上讨论，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参加哈，讲师互动第十梯的时候，其实我也搞不清楚所有的状态未来会怎样，现在要干嘛，其实我都搞不清楚。但是我们短时间讨论之后，我把讨论的内容我去做了一个整理之后，我就发现我清楚了啊，我清楚了。好，这就是我的应用。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看看学生做些什么哈，像业务方面哈，龙岩人本他们一个业处经理，他就把他的业务内容，他就画成这样子的心智绘图。然后杨怀民一个那个演员哈，演员他就把他去演讲，他做成心智绘图。然后一个美商外商的会计主管，他把他的工作用心智绘图去建构出来。然后这个很有趣哈，他就是我的一个学生，他想要减肥，所以他就把他减肥的方法、减肥的目标，他一样用心智绘图去把它创作出来哈。然后高一的历史哈，学生教学生，当然他们考试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他就把课本画成心智绘图。然后这是英文老师，他就把母婴的部分啊去做一些心智绘图的表现。然后再来就是做计划，教育计划啊，小学生国小教育计划，他小学生其实做计划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是以前做专案管理，所以我知道计划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我的课程上面，当然就会让小朋友去学习去做一些计划，那就看到这个小朋友他做出来的计划其实是很充满了创意，充满了开心，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哈，非常清楚啊，非常有创意。好，
然后所以心智绘图简单讲、哦、它其实就是一个元件组合式的一个学习方法，它是一个无限，这里有一个无限大的概念、哦、它其实是无限延展，它有各式各样的表现方式、哦、因为 它的底就是一张白纸，白纸就是无限、哦、它的创意其实是无限。那心智绘图最重要的其实是要元件化、哦、就是我们会找很多的找元件，有了这些元件之后，我们其实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做组合。那只是元件的来源是一种是我自己去发想的，好，我去观察到的，我等等我的感受等等这些。另外一种就是去拆解别人的元件，把别人的元件拆过来，我重新再做组合。好，所以这些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然后再建构一个完整的。心智绘图一直强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因为完整才有办法建构一个知识的架构、知识的体制，所以才有办法去把别人的架构一个一个套起来，组装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体系。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哦、那有好的工具其实我觉得事半功倍，就比较容易去达成、哦、所以一边、哦、那有自己的，当然就是 我自我的创造，那也许我是从别人那边拆解来的，当然我就是在做学习、哦、所以它这个概念，那心智绘图其实它是跟自然在做学习的、哦、所以从章鱼的角度八爪哦、我们就可以感到我们有很多的手、哦、我们的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等，通通都可以来自，都可以创造很多的元件、哦、同时它还要去做组合、哦、那树、哦、它的结构就是心智绘图、哦、然后脑神经元、脑神经细胞它也是就是心智绘图、心智绘图就是像这些、自然的元物件去做学习的、哦、当然最重要的我还是觉得、哦，在整个过程当中，心智绘图因为它有这样子有游戏的概念在里头，找元件组合，所以这都是自己在做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用的元件同样一个内容用的元件会不一样，每个人组合方式是不一样的、哦、那这个里面其实 它就存在了一个开心的感觉、哦、所以 我们要回到它有一种、学习思考，它其实是有开心的成分在里面，它有一些创意在里面的，所以我希望的就是我们能够像小朋友看到了乐高，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找元件，他去做组合，至于他组合成为什么，他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想法，就是用什么工具 去表现、去呈现、去记录，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其实是到这边、哦、那几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多大的小朋友会比较适合，其实小朋友当然如果画心智绘图其实随时都可以画，但是因为心智绘图里面要去找元件，而且元件其实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就是关键字，那对比较大的小朋友，就是国小五年级以上，就是五六年级以上，因为他对这个字、啊、关键字他比较会掌握，所以当然如果是学习组合这些东西，找元件组合会比较适合，至于画发想其实多大年纪他都适合。然后第二个，怎么样是一张好的心智绘图，我个人是觉得心智绘图第一件事情它没有好坏，因为它是画给自己看的，所以这张心智绘图只要我懂我容易记，我觉得就是一张好的心智绘图，我们已经把一个好，就像要画 要写一个好的文章，那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创意大概就会受到限制，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要发挥我们创意的一个重要的。那当然如果我们今天要跟别人分享，也就是别人容易懂别人容易记，那就是一张好的心智绘图。然后心智绘图跟九宫格的差异，我想九宫格其实它是主题在中间，然后它会有八个空格，希望我们去发想产生很多的这些内容、哦、那在视觉画面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其实第一个 就最大差异其实是视觉化，因为心智绘图的连结性很好，那心智绘图它可以无限的延展，那九宫格当它画下去它第一层的时候，它跟第二层的连结性在视觉上面比较不容易看到、哦、所以我当然我会觉得如果我们要用做成比较视觉比较结构比较大的知识体系的时候，还是要靠心智绘图。好，那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还是要谢谢，真的谢谢巴斯猫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他山之石，我要谢谢另外两位老师，一中老师跟万千老师，真的非常感谢，让我在这次彼此间的分享当中，我学到了很多很多，感谢。